茫茫草原千里远，骏马奔腾任逍遥。我们今天经过一路奔波，终于来到了向往已久的那拉提草原。是呀，来新疆一定要来看一看这一望无际的大草原，而那拉提草原的美是让你看一眼就会爱上的美。Hello， 小可。这里美不美呀、哇塞，这里超级美的。哇，以后可以叫哇塞了，因为这一路上你都在喊着哇塞。对，我们这一路上坐车上来就看到很多牛羊马，超级辽阔的草原，超级美的。哇，你知不知道我们身后这座山是什么山呢？我们现在所在的是雪莲谷。哦，为什么叫雪莲谷呢？我刚才在车上有听说，他说因为呢这个雪山跟后面的山连起来像一朵雪莲的样子，所以它叫做雪莲谷。小可就像一朵雪莲花一样漂亮，一样美丽。谢谢。遇见新疆最美雪莲谷，耶、yeah! ！Hello， 我们今天来到了那拉提草原、第一次在这样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骑马，你的心情如何呢？非常的激动和兴奋，此时只有一首歌可以表达我的心情。让我们红尘作伴，活得潇潇洒洒。其实我们不是在一般的草原上骑马、我们是在空中草原上骑马。这个地方呢有2000多米的海拔。2000多米那么高？那我岂不是在飞在空中上骑马吗？对，就是要体验这种飞一般的感觉。连续几天我们都跟动物们一起相处，哎，我们看汗血宝马，然后呢坐马车，然后今天又来骑马，然后在路上也会看到牛马羊还有土拨鼠，哎，我仿佛来到了动物世界。而且这边有那么多的美景，有雪山，有溪流，有大草原，哇塞，实在太棒了。